场消息，要宣传消费券 A 豪宅点子的台中市长胡志强，1月18号消费券发送第一天，到台中市一家知名健身器材购买价值18000的踏步车，他使用4张消费券加上3600的现金，同一商品共开5张发票。现在国税局要开罚厂商，胡志强也被控带头违法。胡志强自己怎么说？把时间交给记者周怡德。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哦，台中市长胡志强呢，今天呢被问到了这个花消费券竟惹出了违法争议的这个部分呢，他今天很不高兴，还劈头就问到底是谁在说他违法。我们来看看稍早胡志强的说法，说我带头违法公平不公平啊？对不对？那你觉得？我觉得谁违法就抓违法的依法办理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问我呢？发票也不是我开的。如果遇到税捐稽征条例，它可能是合法的。统一发票开立办法又好像有禁止，说合了 A 可能不合 B， 那我觉得这是税捐稽征处或者是国税单位和商家之间的问题，怎么会找到我呢？又是乱枪打鸟吗？越高越好是不是？为什么把我当作目标呢？为什么说我是带头违法呢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些问题？好了，我们可以听到胡志强的语气实在是很不高兴哦。但是呢，他花消费券惹出了争议，起因是在于1月18号呢，胡志强为了宣传这个消费券 A 豪宅的点子呢，是亲自到了这个台中市一家知名的健身器材，然后呢要购买一台18000元的踏步机，他是集中了这个4张的消费券加上3600元的现金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同一商品开出了5张的发票。现在呢，国税局要查这个厂商是否有这个逃漏税，并且要开罚，而且胡志强也被质疑是带头违法。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让胡志强非常的不高兴，今天有些动怒了，强调自己没有违法，并且呢强调说这一台踏步机它是捐出来做公益的，也让这次消费券的这个点子呢平添了一些争议，美中不足。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，把镜头还给棚内。